琼瑶剧《花非花雾非雾》正在台湾地区热播。10月17日，张瑞丽上地台宣传，吸引不少粉丝到场。见面会上也有不少粉丝热情追捧，让两人非常开心。正在赶着拍戏的李晟因患感冒，声音嘶哑，不过却打起精神会粉丝。现场还有张瑞大秀舞技。大老爷。看来默契需要再加强，不过跳得非常好。虽然舞步有些简单，但两人的默契度是相当的高啊。两人二度合作浪漫爱情戏，让不少粉丝戏里戏外傻傻分不清楚，直呼希望两人在一起。大家看了这个就说明他很成功，因为大家都会把这种感情带入进去。 对，但演员是一个工作吧，私底下还是会是自己的状态。看来两人虽然工作上默契非常，私底下就只能是好朋友了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We'll be right back.